会有很多礼物，我们可以跳舞，布置圣诞树，然后我就有很多礼物。圣诞树非常美丽，小星星在树上就会有很多礼物。拿出圣诞灯泡，把家里都点亮，就会有很多礼物。没关系，我会收到新的。我该拿这些怎么办呢？哎，不好，真的不好啊。一定要说再见。唉，早早睡觉，早早起床，这样才能早点收到圣诞礼物。是做梦而已。什么？要我跟你走吗？过去的事情很快就忘记，开心不开心放在记忆。从一月开始，十二月结束，是认定的你一直前进。我们没办法把时间停住，现在我以后尽情享受，时间在流着，时间呼唤我，友情多珍贵，好好把握。过去现在未来，我从来不曾孤单，因为老朋友总是在我身旁。那些体贴的陪伴和快乐的时光，就是我们最喜欢最珍贵的宝藏。奔跑向未来，不要太难过，把握现在，回想星光在天空闪耀，包围着我们爱无所不在。
你们是我最老的朋友，我最最爱的玩偶。我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离开你们，永远没有人能够取代你们。没关系，我还是好孩子。小木船，船身画上美丽图案，往河流方向扬帆。
气，再吐气，再吸气。我知道了啦，你需要，对，你需要躺着休息。白雪闪闪发着光芒，充满对礼物盼望。我自己来，给我自己来。若是没人送礼的话，圣诞节不回来。你家圣诞快乐，期待圣诞节的来临，因为有礼物可领。但愿收到礼物像你想跟邻人开心，圣诞快乐！分享跟邻人开心。哎呀呀呀呀！这棵树需要我们的帮忙。怎么样？1、2、3，把圣诞树点亮。圣诞快乐！要再来哟，记得带礼物。
Woo!
我来画画看哦。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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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小，这是你耶？什么？不像你吗？我想想，还有什么可以再画的呢？我要画，我要画，我要画！我要画，我要画！妈妈，让我画一下嘛！就像这样啦。快过去就好，来嘛，靠近一点。怎么办？呼呼，糟了，呼呼。你是说这个吗？事情是这样的。
的错。哒哒哒！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在哪里？按
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